我们今天过来就主要是想跟您再聊一聊你昨天跟我们说的那个事情吧。你不是说以前这个小儿子好几年都没有回来了？没有了，他不干医院，叫他不来了。他不来了，有才子他不来。慢慢点，你别着急，真的别着急。叔，不要着急，不要着急。那现在阿姨啊，你想要得到什么样的帮助？你想我们帮你，是帮你拿多一点钱回来，还是说让他回来看你们？如果他回家的话，你可以不要这个钱。他不会嘞，啊？他的也五六年了，都是我照顾他呗。我几年没有干活了，身体不好。我打电话，他就不理你了呗。